前中油工会理事长现任国策顾问庄觉安惊传破病过身，今年初检查出罹患肺癌，未曾进行骨髓移植手术，但是状况无改善，日前伫台大病院破病过身，享年59岁。而今仔日是告别式，包括庄觉安的小弟，也是现任局长郑鸿安，以及地方人士、立委、议员等等政商人士，拢亲自到场致意。现任国策顾问庄觉安做过四任13年的中油工会理事长，也是前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。过去常常看到伊的身影。卸任理事长后，伊转任中油福委会主委，也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。而庄觉安今年初被检查出罹患肺癌，并在5月底、6月初在台大医院进行骨髓移植手术，但手术后病情并无恢复。并在日前离开人间，享年59岁。李伟感念庄觉安一生的奉献，伊的告别式选在7月30号举行，包括庄觉安的小弟，也是现任局长郑鸿安，以及地方人士、立委、议员等政商人士，也拢亲自到场致意。新闻台民间七彩凤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